泫雅在2018年仍爱男友 Don， 两人交往七年常常高调放闪，今年2月还晒出订婚戒指，宣布两人已经订婚的好消息。然而近日泫雅却突然在 IG 宣布和 Don 已经分手，以后只是好朋友和同事的关系，感情一直稳定还论及婚嫁的两人，如今突然丢出分手的震撼弹，让粉丝们都震惊不已，实在不敢相信。今年十月，泫雅和 Don 惊喜现身台湾，登上音乐节舞台。当时两人从机场就甜甜蜜蜜，在台上更是直接亲上去。退场时，小两口还手牵手离开，两人全程散发着粉红泡泡。且一直到11月10日 ，Don 都还有发布泫雅的照片。爱情长跑七年，一起经历过许多风雨的两人，竟然亲口宣布真的分手了，不止难以相信，还实在太心碎啦。